大家每天打招呼的哦。Hello，Kiki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S 的 Kiki 许佳琪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千秋乐。再相见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要一起走向天涯了吗？好，你们要下班了，抽票哦。喜欢，但是我知道你们更喜欢宋佳妮。好，来，我们的逆袭之星涂璀璨大家都看了吗？看了。好，打个广告，要喜欢我们三个小坏坏哦，然后还要喜欢就是恩队他们，有就是婷婷啊，然后赵月啊，发卡呀、啊、我们演的，然后好了，哎，哇，你们知道吗，他们今天让我盛装出席你的这段 MC 耶。对，我们要制造美吗？哇、哦，我觉得你都嫁出去了，哎、你还有个刘海，默默，我觉得以后你就这样子相亲，我跟你说，一相一个准。我现在要相亲吗？好惨、啊！你比前面两个都好看，这样子。你们有听说过那种人偶的故事吗？就是我现在是你买的一个人偶，然后呢，我在这蹲着，本来是不会动的，就是你让我动我才动的那种。No。因为今天看到你就觉得哇，有一束光照进了我的人生里。照亮了我的黑暗的人生，然后就开始攀爬。他突然咋了？夏琪，你裤腰带没系啊？啊，我眼镜闪瞎了。你裤腰带没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真的吗？我的妈呀！你连裤腰、不好意思，最近吃胖了，吃胖了。好了，说到最印象最深的就是，你们干嘛？你手放下来说话。哦，有点形象，我是女孩子，可爱的女孩子。好，要整理一下仪容仪表，对。仪表。好，可以开始说了。嗯，说到最正经的，就是最深刻的印象就是，唱降落伞的那一场，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印象？对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的灵魂唱功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练了蛮久的，你们为什么要笑？好听就好听吗？因为他们比较就是实诚，对，开心。然后那个时候非常感谢，就是有很多成员啊就教我就怎么唱，因为我之前唱歌吧，就是需要就是用手去画北方飞的气球啊，好像也没有掉，这是往下的，为什么？哦，对，反正就是那个时候还挺紧张的，然后没有想到就是还有现场的观众还要陪我一起唱，然后就是非常开心能享受一下一个人的就是三分钟那种感觉。嗯，然后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还可以现场就是魔音入耳，对，现场再唱一遍。然后还有就是非常开心这场公演终于能结束了，哎，不是，不对，就是总算结束了，哎，好不容易结束了，嗯，我不管，我圆满结束了，对。好，希望呢就是大家能之后好好的等待我们的新公演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耶，我要站在一个精彩的人的旁边说。太好看了，不要说那么违心。伟奇教练，教练练过初恋，初恋，初恋，不如教练，不如你，不如你，全部都不如。哎呀，我觉得吧，我觉得新的旅程，哎，没人喊吗？再到新的旅程是初恋，永远梦里最性感，十年回首心不改，下一站是新舞台，教练，千秋乐快乐。谢谢。我现在站在你旁边和你同框，有一种那种童养媳的感觉。没有，我就是平常脑袋比较大，可是我现在发现一个脑袋比我更大的。没有，可爱了，可爱了。我觉得我应该站在这里。
叫洗脸。是花童。默默你好绿哦。他是花童啊。就是我觉得新的旅程是吧，最印象最深刻的，每一场印象都是很深刻。今天是我印象最深刻的。就是为什么呢，因为就是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，最后一首歌是什么，我的舞台。新的我的舞台。别想逗我。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，就是大家会喊 Team S2， 然后那里每次都很感动，所以每一场都就是印象很深刻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一鞠躬，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二迈高。没人了耶。哦，还有小爱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你要付我道具费的哦。我对你爱爱爱不完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S2 的小爱陈光慧，谢谢大家。小爱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谢谢谢谢。谢谢。说到印象最深刻的，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今天，就心情最好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也是今天。就刚，如果你是刚刚打开屏幕看直播的，请不要觉得现在我们在开拍卖会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但是心就是最后一场嘛，最后一场。虽然说结束了挺开心的，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开心，是我们又有了一套新的公演嘛，所以我们还要去迎接新的未来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看完今天的千秋乐，然后还要看我们的下一场，下一场，看我们的每一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二鞠躬，好，你可以退下了，木木，你们夫妻吃饭呢？哎，你说完了对吧？嗯，都说完了。